大家好，我是辛巴。我们这期节目非常突然，这是有史以来最突然的一期节目。然后我们刚刚在 做视频啊，我们在做400X 的视频。然后我们最近两天我一直在开脑洞，我跟卷毛，然后还有我们 F4 一直在想，我们要买一辆敞篷车，因为卷毛买了辆敞篷车，就是大家都看到了那个 Zeus 敞篷。然后我也想买一辆敞篷车，从最早的甲壳虫敞篷，我们这边有一辆11年的，然后就没有谈成最后一代的，然后就一直拖着，也不拖着啦，就是没找到合适的。然后我们从甲壳虫敞篷又聊到了330的敞篷，其实宝马就192、193的那个敞篷车，有330、335，价格都差不多。为什么选330呢？是因为335那涡轮增压它相对来说二手车的故障率会高一点。然后看到330，然后又看到了630宝马的会更大一点。二手车两车价格差不多，对，很难理解，但是确实是630的价格跟330价格差不多。然后630又是软顶敞篷，又很喜欢，所以我们昨天我们拍板就是我们要找630，然后找了一圈630车非常非常少，你基本上找不到成色特别好的。然后今天就在刚刚，我还在发400X的视频的时候，卷毛说有台300C 啊，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很早以前2周之前我跟他说有这么一辆车，我觉得还不错 ，IS 的250C， 250C 跟300C 就是300C 更早一点，然后排量更大一点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动力总成是一样的，但我觉得雷克萨斯的车相对来说会靠谱一点，我当时这么认为。但是雷克萨斯的那个敞篷它会小一点，稍微小一点，然后他们都觉得这车太少了，太难找了。那反正那就宝马330相对来说会多一点，然后就没有考虑了。然后今天刚刚就在一个小时之前，半个小时之前，卷毛说我们慈溪就有一辆蓝色的天蓝色的 IS300C 有人在卖，那个卖家我们还认识，哎，那么就去看一下啊。当然卖家认识只是认识而已啊，那到时候还要砍价，反正到时候我们现在去接卷毛，接完卷毛我们就去看车，走。损友卷毛还在这里打电话，能不能过来一下？就经过损友的介绍，我们又买了辆车。就卷毛呢买了辆 Z4， 对吧？我们家庭贫困，买不起新车，所以只能买二手车，买二手敞篷车来满足一下自己，然后就买了这个车，就非常快，就一两小时就谈完了，然后看了车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反正不知道有没有被割韭菜，反正车是买好了，然后车是这样子，然后是个敞篷车。然后这是他的钥匙，然后是一辆09年的，IS300C， 然后是我们慈溪本地户的，然后我是第二手，大概是这么个情况。然后整个车我没有买过二手车嘛，只能说通过卷毛啊来动脑筋。那我只能现在说一点他的车的具体车况，反正车整个是没有大事故的，然后这几面漆都是做过的，这几面漆就是正常女司机，然后就是周围一圈都有剐蹭，然后做了油漆这样子，然后顶上都是没有做过，都是原版车漆的。然后有一个是我们一开始觉得就是有点神奇，就我们一直以为机盖是做过的，其实机盖是原厂的，它没有做过，前面都没有大事故，就机盖是原厂的。然后这么亮的这个蓝色反倒是做过的。然后整一个我觉得这个车有一点我觉得我很喜欢，就是它上面有个小的，对吧，鲨鱼鳍就很有味道。然后我们现在出来给大家打开一下敞篷车，虽然今天天气不太好，但是我心情很好，我们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对吧，敞篷车要给大家敞一下篷，是不是非常开心啊？开始变形，哈哈哈，啊，开上了敞篷车，这人的感觉就是提升了，你知道，就是那种心情的这种愉悦感，就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然后里面的配色我跟卷毛也特别喜欢，特别是卷毛念叨了好几次，就是这个里面的都是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外包的，以为是它是那个后包的，但它不是，它是原版，它就是这个颜色的白蓝配的，我觉得就特别骚，你知道吗？就特别符合我们的审美啦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音响也很好啊，音响是按马克莱文森的，就人家之前说这个是买音响送 V6 就这样子，然后音响质量也很好。然后本身这我觉得最关键就是敞篷啊，还有座椅通风啊，还有这个是非常贴心的配置很高，有座椅通风、座椅加热，然后导航，然后那屏幕还是触摸屏，给大家看，就你看这个门一开就是感觉是敞篷车，
然后整个车啊，我觉得就是除了时间留下来痕迹基本上没有，就是非常非常棒。然后这个屏幕竟然是触摸屏啊，我们也没想到这是个触摸屏。虽然它已经反光很严重，就反光很严，现在没有问题，但是太阳底下其实反光蛮严重的，就基本上是这样子。我跟卷毛很搞笑，我们刚刚这个完全不会用啊，我们连空调出风口都找不到，完全不知道空调出风口在哪里，就被，其实它是个空调出风口在这里面的。雷克萨斯你知道吗？就咱们没买过，哎，现在我就是除了欧哥以外还有一辆雷克萨斯，就是对吧，这不得再买一辆哦，卷毛之前买过 G37， 哎，我们是吧，日系三大厂也集齐了，然后基本上就这样子。整个车我们刚刚试过了，然后动力也对得上它的 3.0 V6， 反正挺好的，特别满意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了。我们到时候给大家去轮毂修复一下，它轮毂有一点波漆，然后整个车整一整，到时候给大家来详细的测评，哎，参数测评非常的棒。到时候两台车可以一起，哎，对，我们可以两台车一起给大家做个测评。然后谢谢卷毛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好，拜拜。